今天主办的哈，这个艺璇，我们这个艺术协会的王凤山王理事长，啊，今天呢、啊、哈，还有三个团体的表演了哈。是。我想现在压轴的哈，是我们河岸合唱团了哈。我们的黄月梅黄老师，还有黄月曲黄老师哈，我们最美丽的哈，我们的音乐老师所带领的河岸合唱团，据我知道已经成军有四年多哈，是我们龙南区啊数一数二优质的合唱团了哈。那么在场呢，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哈，大家假日啊，大家晚安了哈。那我们龙南区公所啊，为了推动我们的一些艺术表演了哈，说了啊，我们也提供一些社团来申请。那我们王凤山王老师啊，他特别的用心了、啊、哈，他常常几乎每一年了、啊、哈，都有举办的活动。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，我们有三个团体啊，刚才有萨克斯乐团，还有乌克丽丽乐团，我们现在压轴的渴望合唱团了、啊、哈。我想呢，希望大家呢哈、啊，能够有愉快的一个周末。那事实上，刚才王理事还特别跟我说啊，我们市政府啊，还有我们的区公所啊，针对这艺术团体的表演啊，真的是经费啊补助的比较少。我想啊，未来哈、啊，我一定会努力来争取。那感谢今天我们龙岩公共单位啊，也给我们协助。那感谢我们今天压轴的我们的渴望合唱团。那刚才前面两个节目啊，我虽然没有欣赏到，但是我知道一定是非常的好的一个节目，而且是深受大家喜爱的。那祝未来我们的王理事长。领导这个我们所有的这艺文活动啊，我就会多支持。在这边啊，祝福我们今天的表演非常的顺利。那我们在场也有我们的林昭贤，我们的事业候选人自己的好兄弟了啊。我想在这边祝福我们今天表演很顺利、很圆满、成功。赵阳在这边祝福大家，那未来一定会持续的推动很多的艺文表演活动啊。那当然年底啊，还是跟大家请托一下啊，年底有了这个艺人选举，恳请大家多支持。那我有机会来推动这艺文活动，有机会为大家来服务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还是在介绍我们的林昭贤，是然后选林昭贤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老朋友，也是。谢谢王老师、张议员，以及我们渴望合唱团的好朋友们，以及我们台前啊有很多热爱我们音乐文化的好朋友、乡亲长辈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谢谢各位。认识王老师好多年了，主要是因为昭贤的太太也是学音乐的哈。是。我太太三姐妹两个都是学音乐，一个是学舞蹈的。我想也那么多年来，从结婚开始啊。我开始对音乐跟舞蹈也产生了很大的热情。我想今天我们怀着快乐的心情，在我们龙源宫前面的广场，龙源宫，我们神农大帝啊，五谷爷神农大帝及众神一定会保佑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健康快乐，因为他听到各位唱的都唱得很开心，很好听哈。我想啊，我们五谷爷神农大帝也会保佑着我们台湾，也不会缺水，不会缺电。每一位乡亲都能够过一个很幸福、很快乐的生活。我是市议员严忠杰的秘书，也是市议员的参选人，我叫林昭贤。祝福我们今天有一个快乐夜晚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，好，感谢您。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。